热血制造最强频道 PassionTimes.hk。 这一路走来，所有的点点滴滴，在每一个人的支持之下，时代力量走到今天有这样的成长，我真的非常的感激，包括在中正万华所有支持的乡亲朋友们。那我心中觉得最可惜、最可惜的，就是最后我们非常优秀的这个部分区的几位候选人，也是我们的好朋友，有几位他们没有办法进去，尤其是柯一正导演，我们本来真的也很希望连他都可以推进去，那没有想到大家真的似乎真的认为我们票太多了。那我很希望所有跟我们一起奋斗的人，未来都还可以留着，跟我们一起努力，包括我们所有的这些部分区的委员，时代力量需要大家继续跟时代力量站在一起，谢谢。这个过程里面，其实第一个，我觉得要先有一个心理准备啦，这不会是一个很简单的事情，一定跟你所有过去做的所有的事情，难度都会多上很多倍。但是，当你遇到困难的时候，只要保持着初衷，总是都会过去的。那，这是帮助我这一路走了将近一年来，所有在支持着我的这个动力。那也分享给我们香港的朋友，再怎么困难，你只要想到为了什么事情来努力，你总是都会过去。因为如果以政党的立场的话，第一个党内这个事情还没有充分讨论过，那第二个可能也给香港有点困扰。我先以我个人的立场，我个人对于在香港一直从事争取民主、争取改革的香港朋友，特别是年轻人，都是支持，而这份支持不会改变。我非常敬佩香港的年轻人，一次又一次，一次又一次，从2012年的反洗脑教育运动到2014年的雨伞革命，他们面临着比台湾更艰难的处境，但是这群年轻人从来没有放弃过。作为共同怀抱着对于普世价值的尊重，对于普世价值的实现，抱持着相同想法的我，我愿意给香港的年轻朋友们最大的支持跟最大的鼓励。我相信在他们的坚持之下，香港可以变得不一样，那香港人也可以慢慢的去争取到他们希望取得决定之际，制度、权力这样子的信任跟努力。